阴囊尖锐湿疣的早期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一、初期出现细小淡红色丘疹，这些丘疹会逐渐增大增多，并互相融合，形成表面凹凸不平的赘生物，形态可能如菜花表面，湿润柔软，呈乳头瘤状、鸡冠状等。二、根部长有蒂，且易发生糜烂、渗液、易出血。三、皮损初期为单个或多个散在的淡红色小丘疹。质地柔软，顶端尖锐。四、多数患者一般无症状，但部分患者可能会感受到一定的压迫感或恶臭味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尖锐湿疣的症状可能因人而异，因此自我诊断可能存在误差。如果怀疑自己可能患有尖锐湿疣，应及时就医，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。此外，尖锐湿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的，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。因此，预防尖锐湿疣的关键在于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，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。同时，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也有助于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有需要看诊或是疑似有关问题的，可私信咨询，由专业医生在线帮你诊断。